好，是这种吗？对。好，是这种，好，来，你把它放那。 可可西里，中国境内最后的原始荒原，平均海拔4700米。这里是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 盗猎者开始大规模屠杀藏羚羊，以满足欧美市场对于藏羚羊绒的需求。短短几年时间，藏羚羊从100万只锐减至不足1万只。93年，当地政府组建了一支武装巡山队，领导人是藏族转业军官日泰。巡山队和盗猎分子发生激战，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日泰干了我的。 我就是日泰，我想采访你们。萨叔。啊？接着信。
我是北京来的记者。对不起，我没时间。请等等。听说您正在筹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我是为这件事来的。你到啊？到。过来，志松。呀，哎，你好，你把包给我，跟我走吧。唔讲嘛，走啊，吃吃去。哎呀。是杨晶，你是他女儿吧？是。你在看什么呀？没什么，一些资料。速吧。刘栋呢？这你弄的，你听得懂藏语？啊，不是。我们藏族吃肉，刀口对着自己。什么？恰，有啊，恰，有啊，恰，够啊，恰，穿来，刘栋来了，来了，看了。好了，我哄。刘栋，张姐，刘栋，耍子，快点，可以了，刘栋，可以，开始进来，快点，哎呦。上车。
来吃了。我们每次进山都要在这里设卡。能拦到盗猎分子吗？不一定。这里是离藏獒乘客期最近的地方，他们经常在这经过。你们是从哪来的？乌达拉工地。到哪去啊？格尔木。我们是西北雇佣巡查队的，要对你们进行检查。小郑，有没有带皮子？没有。这什么？棉花呢？再说一遍，这是什么？这是藏獒羊绒。走。上去吧。怎么处理它？放了呗。这个路上，帮盗猎分子带藏羚羊绒的人太多了。我们只能没收，没权利抓人。北京深究你好的哎呦说一个你咋你要我就把鞋子给抓清帮你的来来坐这往右一走上这哎呀等了一句啊真能够来一句好走姐姐我也过来看看给刚你一点这是我们国际的全班主子我给你交替吧不是是的那就都是去吧高位人的姐弟嘎不休呀啦，在
都是藏羚羊，怕啥死去？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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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大羊都见了没有？ 见了，几个人？不知道。你见了没有？见了。几个？不知道。怎么收了？你骗我们出去？枪一枪，我们趴在船上没看见。天太黑了，我们啥都没看见。你们有捕捞证吗？没有。
每年我们进山都要埋葬一万多的藏羚羊。没有。就是他们。刚过去，不知道过半天。三次。
那腿子没伤。上来了，大腿。没救了，大家都马上。阿巴诺九哥，你叫什么名字？马瑞。哪来的？瓦鲁。多大了？二十。你打过杨子了？阿巴诺，我骂你白蛮红，骂你白蛮红，骂你白蛮红。把俘虏带走吧。马哲林，你这次咋说？你给我给个皮大衣嘛，我现在冷的受不了了嘛。你们的老板呢？他们给我们找这些扒皮子嘛。你给我老实的。我也现在是这个。别说话的。我知道这个。你枪手。我不是枪手。你是枪手。我不是枪手。干啥的？我是司机。谁是枪手？我不知道。谁是枪手？你是枪手。我不是枪手。谁是枪手？我也不知道。谁知道？到底谁知道？他知道，他给我们找这里去。马德林，你胡不要说啊！我是正儿八经车司机。坐。你是枪手？不是枪手，我是正儿八经的车司机。那你老实说，谁是凶手？我不知道，他们都出卖我了嘛，我有办法说。我你都说你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出卖我了嘛。你是司机，那你为啥不走？这个黄沙滩的车坏了，我没有办法修嘛，再无法可治了嘛。他不看不见你了，说呗。看不见也没有办法，我再。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你没有办法。嗯。哎呀，我这机会知道吗？说了说嘛，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车司机嘛。哎呀，我真说说了，你知道？我说，我说，
么要打死我哟？侄子在这里，哇！侄子全部走这里的，底下还有。现在是成高期，真可惜。枪手跑了。刚才抓的人呢？这些都是小口径，可是样子都是冲锋枪打的。我把他们追了好多年。孩子们都在这个地方，他是老大，他是老二，这小瓜娃子，他们都在剥皮子。我以前是放母鸡，放羊，放牛，放骆驼。这个从村啊，这个变成这个沙滩了，牛啊、羊啊，全是死的死了，卖的卖了，人也没吃的了，所以人也活不下去了。小雨，把那地下。枪手往北面走，他们肯定要过这条河。开过！
半哥，哎呀，我在这边嘛，我好几天没吃东西嘛。我告诉你嘛，江林，没你吃的啊，这是我们省下来的，知道不知道？ 没事，这里缺氧，不舒服，在车外站站就行了。又流鼻血了。没事。真漂亮。就是。说句老实话，我们自行升到了最后，发疯一样的想出去。见到公路上的灯，就像见到家一样。可下去没两三天，又想着可可西里。你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意思吗？ 可可西里在我们藏语中是美丽的心声，美丽的胜利。就是，在可可西里，你采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笑>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两年前，从北京来了一个地质学家，我送他进可可西里，是他在布克达布方跟我讲的。后来，那个地质学家在可可西里失踪了。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这里到处都是吃人的流沙。抓住谁？咋看的啊？<笑>
你咋看的人啊？马占领和他三个子跑了，啥时候视察的？大哥，你得多重？队长，滚开！追！老师呢？你在。就是你呗。是吗？没吃住，水，没水，让我试一个呗，叫他试一下吧，他过去给我们当过大夫。到县上上不着，我帮助了你，我带你出来的地方，给你再把打开。我呀，好的是。但我跟邓姑呢，我从来没摸过，我啥个？拿钱。
这是县里的，给他。 太累。 队长，吃的没有了？能吃多少天？一两天，没弄马占林他们吃的。球也不多了。 还剩最后一桶，现在回去回去不可能，还能开几天？三四天，卡车可都带不上。三四天，应该就上了。走。 把说话打开，马振林。每次我找到你都是罚款，这次不罚了，让你走。那你给我真放走啊？我放你走。我走不出去，我咋了？我现在正儿八经买粮食给你们吃。 油也不多，我还要抓你们的老板，我管不了你们。我走不出去。马占林，你走得出去。到阿尔金山的话，就是200多公里；到昆仑山后，就是100多公里。能走出去，确实走不出去，就是你的命。 大自然，大自然落脚。
咋回事？咋不走了？爆完了，机油没了。出发的时候为啥不检查？车子都开了两天了，还能修吗？你们在这等着刘董。我们走。大姐，刘董能找到他们吗？但愿不要下去。南京，南京，哎，杨龙，杨龙，杨龙，打住，打住，打住，南方江湖三皇哥，
冷不冷？穿个衣服。工作服。不是，我喊我的后头干啥？你看你那样子，跟个疯子一样。不是我喊我的后头的干啥子？你想什么？想你你就不来找我。是想起了。我以为你死了。挣钱了没有？给我几点。这次每次来找我都这种屁事哦。冷雪，冷雪。我的钱就很好赚呀、啊，是不是拿我的钱去找其他女人？都不想我一天天吓死过来。要是你能够一直这样子。我要走了，我要，肯定很快就把我给忘记了，我要另外一个姑娘跟你在一起。冷雪。冷雪，马占林他们能不能活着走出去？桑他们，但愿不要下雪，不要下雪，但愿不要下雪。
出去了。快逃嘞！你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枪也没有。我的弟兄们一年没工资。县里不能解决经费问题吗？我们没有编制。队里的经费是不是特别紧张？都是我们自己接起来。你们怎么处理缴获来的皮子？大部分上缴。你们会不会也买一部分皮子来解决经费问题？卖皮子是违法的。你说我该怎么写这篇报道？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好记者。我知道你记者。这可可西里就是你们记者把我护着呗。我日他可以进监狱。我知道卖皮子是犯法的，但我现在不会考虑你说的，我只考虑可可西里，考虑我的兄弟们。见过可长多的人吗？他们的手和脸脏得很，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我卖过皮子，可我没办法。放过学生就是公路，
我们必须在他们上公路之前追上他们。你咋继续尿血？喂。子弹多不多？还有70发。你先做什么的医学？上学。上什么学？西安师大。你应该去做老师啊。干这工作有意思。关于你结婚了没有？还没有。有女朋友吗？有过。来这之前刚分手。没关系。他们进可可西里，女朋友就好姑娘多得很。再找呗，是不是一心？就是。巴丁以前是干什么的？干部打兔子。你咋打兔子呢？巴丁以前在卡子上。我们一省的木泽检测站。我的队员干什么都有。刘栋以前是开出租的，奥恩当过兵，桑基从牧区来的。给。吃吧，进雪山就没吃的了。Uh-huh.
他们能不能从山里走出来？没问题，我们要不然在这里等他们。真理，你活着出来了。就是，我们雪山里死了好多人。我的队员也在雪山走散了。他是二队队长，这是我们老板。队长抽支烟吧。我抓了你好几年，那指甲塞了你妈能抓的？你打了我的样子，现在大鸭子楼板多啊，我不管。那你看好我们的，你跟我走。队长，你妈那么发吊，那去了给你买个辆汽车，要不了再给你盖个租房子。我们老板好得很，他以前。把枪交上，人跟我走。那好，那好。把枪交给了后，那么给队长交给了，那么跟上二队的后，就到巡山队员这。你跟着我们军营走，再走五几路就上这路面了。
Dude.